你想要得到安迪，我会当了解。啊，不过啊，生活拄啊好就好呢。张宇，你回来啊！就安迪，你即世你会当是个姐。请问杨姐，首先先甲你通知，做代志爱较晓想的，爱顾前顾后的。你拄啊甲我讲话的口气，甲阮政府也是。总讲陈政府伊即马阁活咧，徛喺你面头前，敢有可能用28年前的态度来对待你？之前听讲这财务部的组长熊熊失踪，爱等来上班。我今嘛伫四天金控这里面试财务经理。四天金控，我刚刚去看到伊。对啊，都一样。伊去拍拖。啊，向啥出去？就是少年的休假。上可能就是维云根本无死，伊回来啊。你叫陈主，报我发的好事，你就是该死，别个给我放开。一个面生出这么烟头，那是摆卡，就可惜的啊。你以前你嘛唔受这個。感情真深的初恋，卡住我的初恋，佫出现伫我面头前，我该说多谢。我这世人上该亏欠，应该就是晋江佫伫附近，若是互伊两人去调兵，我就永远无得到晋江啊！亏欠，我可能永远无法度弥补迄个人。